伊凡雷帝征服了喀山，但在与克里米亚的战斗中差点失去了莫斯科。克里米亚汗国建立于金帐汗国分立之时，格莱王朝的可汗不久便依附于土耳其人。彼时罗斯利用克里米亚与金帐汗国的冲突，因此伊凡三世趁机摆脱了金帐汗国的枷锁。但韩国与罗斯常处于敌对状态，俄罗斯的奴隶贸易是克里米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莫斯科建立了一系列防线，但袭击几乎每年都会发生。其中一次对罗斯的摧毁使可汗认为几乎是征服，他甚至开始把土地分给他的亲信们。但一年后，在莫洛季战役中，可汗被彻底击败，这是一个转折点。格莱王朝自那时起逐渐式微，俄罗斯的边界转移至南方。然而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才彻底消除威胁并征服克里米亚。